凌晨六点才玩起来，今天还是一样测试这边 ，OK。这边的阿福太多了，换皮一线。
摄影机一直宕机。线索断了，带回家。鲫鱼不少，下次再来钓。木音钓这边的话，可能要往上面一点钓比较好，但是我觉得钓长钓就可以。今天的钓游就到此结束了，要回家了。那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